去年如果有参加获奖作业的读者，之前在生日的可能遇见时都有看过我。那今年的我跟雅文这边就我们心意，雅文这边又再度的合作。那一月呢，其实就快过年了，我相信大家对于居家风水一定非常的关心。好，那其实我这次请到的雅欣非常特别，他虽然是他是一个室内设计师。那是医科设计的部分的先生，但他家学非常渊源，因为他的母亲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当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当过客座教授，跟着梁怀吉国学大师然后学习，所以呢他从小对易经非常的了解。那所以其实我身为他的朋友，跟他当朋友十多年来，常常听他在讲风水讲易经。那他常常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他觉得应该要把风水这件事情变成居家常备的那个良药，然后就是居家常识，然后就是大家都懂，然后平常就可以运用。所以他这几年也用了很多方式，然后把他，因为他是做从事室内设计相关产业，所以也帮很多员工也累积了很多的一些应该算是实证。好，然后他也其实偷偷先透露一下，其实他设计的房子坦白讲，这个光是这个新一区好几栋，就是装潢费绝对有那个千以上的什么地板或者间，所以呢他对于风水非常了解。他甚至他有时候虽然是室内设计师，还会直接帮屋主直接安神位的，在这个进阶到这种阶段。那我就不多说，我就先请我们请大家给掌声，然后欢迎我们顾先生。我们先生好，谢谢各位老师。讲得太夸张了，我顺着你的话讲。我们所谓的我们每个人啊，都很希望知道啊，风水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很难理解。即便是我今天在这边讲的所有的这个话哈。不见得它是有标准答案。我们一般人会所谓的讲啊，运气，什么叫运气？就是如何运用气对人的影响。如果你用得好的话呢，当然就加分了；可是如果不好的话呢，那自然就会扣分。古代啊，有把这个方术之事分成五个阶段，就是三一命相图，三一定是在最高的。为什么？他就是在山上的高人，然后他在观察这个山川水势的流向，然后对应大地产生的这个结论，进而对人的影响。所以呢，风水的起源是在这边，如同我这边写的讲稿一样，风水的起源啊，它最早的称呼啊，是在西晋时期郭璞所著的这个《藏书》。那郭璞啊，他做这个《藏书》的时候，这也是他自己做的。他是观就是他在看的非常多，比如《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方言楚辞》这些古籍，加以整理之后得到的心得。那郭璞啊，他也因为自己是这个精通易学跟术数之学，成为两晋时期最著名的方术之士。他的官最大就是做到钦天监，就是气象局长，这么大。气象局长看起来好像很小。藏书上面写哈，气啊，乘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时有止，故谓之风水。其实这边讲的这个乘风哈，聚之使不散，这个东西以现在的这个广义的解释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它解释成磁场。然后藏书把它分成内两篇、外一篇。那四个等级，分别是地理堪舆、阳宅、阴宅的基准。但是呢，我们在研究或者是在了解这样子的这个学问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它是起来有字，它并不是就杜撰出来。那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又高深的统计学，但是不会因为它信啊。你就存在，或者不信就不存在。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研读了解之后作为生活的参考，但切记啊，不要过分的沉迷。像我一个客人啊，早上下床要左脚先下来，
我说这个也太夸张了，这个心。然后我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左脚先夹？他说老师说，这个我的左边是比较好，要从左边带气带到右边。他说那你洗澡是不是要先洗左边，左半边洗完再洗右半边？啊，这个就有点过头了。所以我觉得当成生活的参考。啊，那个刚刚张总编辑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学问啊，如果会的话，不错。居家生活良方，起码你可以不用被江湖术士骗啊，你回去自己补一卦，你自己也知道他讲的真的不假。但是啊，大部分呢，啊，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七分呐，啊，风水占三分啊，所以这个请大家不要过于沉默。那我们今天讲的，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就是先让我们自己先了解自己，先了解自己一下。各位看到我手上这本是什么？这每个人随便到个庙里都拿得到，这本叫黄历，我们都知道这个叫黄历。其实光一本黄历怎么看啊，大概学问就很多。我大概举一两个例子，然后我们来借用一下先人的智慧，然后让自己更了解自己。两样事，第一件事呢，找出自己的坐相命。比方说你是什么样的命，你是东四命还是西四命。第二个呢，找出你的九星方位。什么叫九星方位？就是九星是在天上转的不一样的星，它有轮值，它到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因为它会转，所以呢那个星如果对你比较好，其实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方位，在那个 timing， 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对你自然会产生一些不错的影响，那反之就会变比较衰嘛。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男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男生的这个算法跟女生不太一样。男生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西元的比如说是1965年出生的，全部把它加在一起，1+9+6+5=21。那21呢，还是双数嘛，再加成，再化为一数，就变成3。然后再用11去减，所以减完之后就变成8。OK， 男生就是8，所以1950年的就是8。那如果是女生呢，算法就不太一样，算法呢就是。一样是1965加完之后是21，21+1=3，但是呢要拿3+4就等于7。这个整理归纳出来之后，我们看下一个。你从这边就可以判断了，你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命。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井字形总共有9个区块，中间那个呢，有人叫它空王，有人叫它中，那剩下8个方位呢，就是所谓的四正四余方啊，乾坤艮兑坎离震巽8个位置啊，这很难算嘛啊。那换一下，这样够简单了啊。你自己找你自己的年次啊，你自己找你的年次，你就知道男生在上面，女生在下面啊。你自己找自己的年次，对吧？男生在上面，女生在下面。你找到你自己的年次之后呢，你就知道你的命是在哪一个，是落在哪一个区块。这落到哪一个区块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1950年出生的人啊，如果他是1950年出生的人，在这边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他是属老虎的，就是坤中，坤中就是要用坤来计算。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在这边就看他就是坎，所以他就落在坎这个宫。所以我这边有写到一句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写到一句，它有分成东四命跟西四命，其实人就是两种，就是东四命跟西四命。用大的方向来分，就是东四命跟西四命了。这个后面等一下我还会跟各位做更详细的解释啊。如果我们是落在坎离震巽四个方位，我们称它为东四命。那坎离震巽它其实是各代表一个卦，在易经里面它各代表一个卦，然后也是一个方向。那如果是在这个乾坤艮兑四个方位呢，就称它为西四命啊。先讲一下，东四命跟西四命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就是方向的，就是方向的。
这是第一个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还有我们讨论完九星之后，下面还有一个单元，我会跟各位做更详细的解说。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寻找九星方位啊。什么叫九星的方位啊？九星哈，九星的位置啊，它每年每月每日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在循环，然后每一颗星当值的时候，它就在中间，它就在中间。然后其他八个星呢，它就分布在四正四女的方位。你只要翻开农民历啊，你就知道啊，某天是哪一个星当值。然后我下面有做一个表，是方便大家查阅的。你就知道当值的星，其他八个星所在的位置，然后再依个人的喜忌，然后参考。这一个黄历，这一本黄历，我您看不到太远了。它会，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哈，直接进到主题哈。它会有一个100 2黑3碧4绿5黄6白7赤，然后这个八是在中，然后九的话是子哈。以它是以这个状况啊，它在转这八颗星，其实八颗星啊，它各有各的，各有各的这个所谓的吉凶啊。但是我先告诉各位啊，怎么去找这个九星方位啊？这个就要用民国啊，因为我算不出来西元。民国哈、啊，比如说用你的年次去除九，然后除完之后呢，如果刚好也有余数，那你就是八百。可是如果有余数的话呢，就在下面这边啊，这在黄历里面全部都有啊。比如说，如果您是民国50年出生的，你就50除以9，9×5=45嘛，那是不是余五？那余五，那得五不重要，余五比较重要。那余五呢，在这边就是所谓的三碧。那各位会觉得很好奇啊，就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在下面啊，在这边，其实它既代表一颗星，它也代表一个方位，只是这个方位呢，它会转，它会因为比如春夏秋冬啊，或者是因为日期不一样，它会转。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啊。现场如果有人懂紫微的话，他应该看得懂。有没有人会算紫微？有没有人会？有没有举手一下？这上面看到的这个九颗星啊，不代表哈、啊，你不要听到啊，有我有时候在跟人家研究这个紫微的时候，人家看到破军，哇，我好破军，好像很破，其实不是这样解释，那也不会说贪狼或怕贪心啊，也不是做这样解释。那其实哈、啊，那个它每一颗星啊，其实是有它代表的意义，然后。在这个古代的研究，不论是紫平八字或者是紫微斗数的时候呢，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拿来当成一个人的个性的参考，不代表他的比方说他的道德标准好不好，并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存在，并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存在，所以并不一定需要啊。你说啊，我是这个巨门，我好开心，或者是我是这个破军，我好伤心，不必啊。我利用点时间跟各位讲一下，比方说你是这个一百是贪狼星哈、哦，它是一个多才多艺、多桃花、能言善道，所以你的本命如果里面出现了贪狼哈、哦，表示你这个人大概有这样的性格，但是不能化忌啊，要化科或化权会比较好。然后二黑呢就是巨门，那巨门呢？我觉得巨门的人哦，他的个性就是个性比较多疑，但是他很喜欢研究事情，因为多疑喜欢研究事情，那是不是就会是非常适合当学者的命？就是那他之前喜欢钻牛角尖嘛。我个人统计啊，巨门自杀的最多。这个我有统计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意思就代表说是非常的会钻牛角尖。
这个土星哈，三碧，三碧就是代表土星这个禄存，禄存这颗星哈是财星啊，就是你的命中有禄存，哇，这很棒，有财星就很仁厚，有财星很仁厚啊，就代表什么意思啊？很容易被骗嘛。所以如果命里有这个的话，那就要小心被骗了。如果四律是文曲，文曲哈，文曲星哈，跟另外一颗星啊，它是我们叫它对星啊哈，它就是一对两对的对哈。这文曲星是什么？它非常敏锐细腻，它也是桃花星啊，与武曲为对星，武曲在这里，武曲为对星。敏锐细腻是代表什么意思？太敏感，很像博美狗啊，很敏感。那这个也很不好，所以你要知道自己，那尽量不要表现出来太敏感。然后五黄是廉贞，廉贞这颗星是好胜心非常强，那意思是什么？是爱面子啊。然后又投机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哈，廉贞就是那种很标准的，他即便是今天做生意赔钱，他还是要穿得很光鲜亮丽，这种人。然后再来就是武曲，武曲啊跟文曲它配成对，一个文一个武，可是武曲比较衰，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刚毅劳动之心，反正有事都他去做，就是一个智多星。这两颗星哦，在那个我在很多古代的书里面看到它有表现出来的两个这个神，在东方的神里面，他说普贤跟文殊菩萨，一个就是文曲，一个就是武曲，所以一个是管你的行动力，一个是管你的思考能力。然后破军其实不破了，他别名天禄了，他文笔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坏处啊，非常抠，很小气，啊，守财奴啊。然后再来是左辅右弼，这两个也是对星啊。左辅右弼啊，左辅是正义之星，非常上进，非常喜欢打抱不平。哎，这个就毛病就很大，妈妈都叫我们不要管闲事，他就最喜欢管闲事了。那右弼呢？右弼跟这个左辅是对星，那右弼就是他的那个口才非常好，很宽宏大量。宽宏大量，口才好，就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是很能言善道嘛，然后就是非常的又很宽宏大量，很博爱，你女朋友可能多一点，男朋友多一点，所以这个星，这几颗星哦放在这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九星方位里面啊，比如说主星，您算完，像刚刚我们算。比如说是三碧或者四律啊，你算完之后你就知道，比如说你是三碧，像我们回到上一页您看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知道出完之后五十年次，出完之后是三碧，那如果是三碧的时候呢 ，OK， 在这里，那你就是纯禄星嘛，啊，纯禄星，然后呢一白四律九紫，对你来说就是吉星，吉星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方向，三碧五黄。这个就比较不好，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啊。你看这一页啊，比如说我刚刚举哈，这个比如说是四律好了啊，四律星啊，四律星，这要怎么看啊？我们刚刚已经找出来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出来我们自己位置之后，下一个要找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天当值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哈，民国，你现在已经到了嘛，就103年的2月1号。2月1号，啊，我们先找一个2月1号，啊，然后如果你是50年出生的，然后你的主星是三碧，那你那一天的吉星是104绿9紫，啊，回上一页，啊，104绿9紫，然后你的凶星呢，就是三碧五黄，再回上一页。三碧五黄，这个绿绿的，那它是不是代表方向？方向出来了嘛？方
方向出来，方向在这边，每一颗星代表一个方向的同时，你算出来，比方说那一天在东南方跟西北方就是很糟。哎，我这边有写啊。如果您是50年出生，主星是3B，那你的吉星是100、4绿、9紫，然后凶星是3B5黄，那这5个 keyword 是什么方向？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呢，你已经知道你自己了嘛？啊，你已经知道你自己了。如果这时候你想要知道民国103年2月1号哪一个方位对你比较有利，那你可能要先查看农历2月1号的执星是4绿。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执星是4绿，它每一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从这边可以知道哈，民国103年2月1号，你比较适合往西南方、中央、北方对您较有利。但这个讲到这个方向啊，它是相对的方向。比如说我在信义区，哦，我往北走，或者是一个大台北地区往北走，往北走就是什么？就哪大直、北投、天母，啊，或者内湖。可是往南走呢，就是比如说南港、中山啊，就是那个方向。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相对的位置，知道一下就可以。如果说，您往西南方、中央啊，中央就是你现在的位置哦，北方对您比较有利。但是相反的，你往东南方、西北方就要比较注意，不是十分必要，不要往这个方向或这个地方去做决策。或者是你在那个地方要做决策，或者是你一定要做决策，你不要面对那个方向。其实这就是一个磁场的概念，你面对那个方向，它来的磁场就是对着你来。那你侧过身来呢，它就是从你旁边过去，影响会降低，影响会降低。如果这个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如果用在室内，就是你要约人来谈判，你要约人来谈判，那你可以挑对你比较有利的方位，先把桌子摆好，请君入瓮，等他来，然后安排这个方向的座位跟人谈判，就会比较有帮助。好，这完全是一个磁场的概念。是这样哈，这个问题要现在回答还是等一下一起回答？好，我等一下特别记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有点复杂了。我小时候也学很久啊，我也学很久啊，我等一下尽量用我的方法告诉你。简单的讲，它是两个方位啊，就是人也会动，心也会动，大概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我们讲一下这个方位之说，为自己挑选适合的方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东四命跟西四命。东四命跟西四命啊，各位请看啊，这个就是东四命，这个就是西四命。那东四命跟西四命，刚刚在这张表的时候 ，OK， 在这张表的时候，我已经帮你们都算出来了，因为我算到2017年，我已经写到2017年。然后这边有写哈，坎离震巽乾坤艮兑啊，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OK， 我知道我碰到什么了。不要担心，不是祖师爷这样子，不要担心。东四命，所以东四命您可以看到，坎离震巽这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其实很重要。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家里每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它的关系性的时候，这里还会提到。再来就是西四命，乾坤艮兑，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西四命。其实人命就是这两种，东四跟西四命。
那我们在讲这个东四命跟西四命的时候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哈，你千万不要一看到这个祸害啊，你看到祸害，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烂，我千万不要去，不能在这边吃，不能在这边喝，不能在这边睡，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哈。它其实哈，它每一个代表的这个是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呢，我曾经有看过哈，有些人呢会运用啊赛璐璐片。因为方向是不会变的，但是方位却会因人而异。那有些人呢，我曾经看过很多客人啊，还有戴老师，电视上名嘴我大家都碰过，然后戴老师，那有些人就真的，我个人觉得他很厉害，有些我就觉得真的有点江湖术士。他拿那个赛璐璐片 copy， 把这个东西 copy 起来，就是他到你家，他只要知道你这个是做什么朝什么的坐像之后，然后呢他把赛璐璐片放在你的平面图上一放，然后他就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然后哈，同时找出来之后呢，然后这样子就跟客人说有钱。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这好像这真的有一点有点贵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学一学大家都会嘛，所以我建议各位把它学起来，至少可以省6000。然后呢，这个赛璐璐片 copy 这个方向哈 ，copy 这个方向，但你们千万哈，不要一看到，比方说你看到绝命，看到六煞，看到五鬼，看到祸害，就哇，好害怕，怎么会这样呢？啊，再举个例子，这八个方位啊，它代表不一样的意义。我们先看四个好的方位，土位、延年、生气、偏一，有两个不好也不坏的，叫六煞跟五鬼，五六嘛，都不好也不坏。然后再来就是祸害跟绝命，这个在命理上的名词，我今天讲的是名词哦，名词上它是比较坏的，但事实上它也不见得坏。就像我刚刚讲到贪狼，你也不一定贪心嘛，讲到破军，你也不一定破。福位哦，第一个是福位，福位是它有一点等待，福也是跟我的名字一样，我叫胡福明哈，福是福气的福，所以福这个福也是跟福一样的意思，就是其实那个位置不错，它已经很卧虎藏龙，在等待蓄势待发，那也代表什么？就是其实你很有能力啊，只是要你看你要不要出手而已。第二个是延年，延年就是生命力很强，这个顾名思义就知道可以独当一面。第三个是生气，生气不是让人家很生气，是这个生气是让你非常的有新的一个想法，然后让你非常有创意，有一个新转机，然后这个方位也是有贵人会帮助你。然后下一个是天一哦，不是说你的身体会很好，是老天会依你，把你依到表现出来很有财富，然后很有智慧。但其他下面啊，比方说这个祸害啊，它其实不是完全不好，只是在那个地方哈、啊、坐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身体病痛啊会比较被凸显，或者是比较有口舌方面的问题。可是你在那边又闭嘴，那就不会有口舌了。那六煞就是人际关系很差，感情不顺。然后五鬼就是特立独行，非常难捉摸。这个是我的经验当中是最常碰到，家里可能比如说有两个或三个小朋友，其中有一个就特别特立独行，然后很难捉摸哈。不过那个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不是就是很具创意嘛。然后第六个在最下面那个就是绝命啊，绝命它不是说真的要把命给绝掉，它是啊波动很大，那意外会比较多。可是啊，我们啊千万不要看到这个祸害啊就觉得很不好。或者看到六煞就会很不好，看到五鬼，看到绝命哈。我的经验当中哈，六煞其实就跟紫微斗数里面的地劫那颗星是一样的，那五鬼呢，其实就跟灵星那颗星是一样的，那绝命就跟寡宿一样。我相信我刚讲到这些星在每个命里啊都会出现，那只是放的方位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放的地方、放的点，或者是因为你做的工作不一样的时候呢，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我举个例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命中啊带几颗星哦，七煞，
羊陀螺，或是从事血光的工作或是偏行，比如你当流氓要砍人，可是你当医生，外科医生是不是也要割人？这也是血光的工作嘛，啊、哦。然后反而要故意啊，把它安排在这四个区位，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见血光，所以他的工作是见血光，你就干脆就让他放在这个波动大、意外多的绝命位。啊、这个我以前呢、啊，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小时候开始学的，我也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故意把人放在这个地方？后来长辈才跟我讲说，他的命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些人的本命里面哈、哦，带太阳，哇，就每天动得不停，哇，从早到晚累得要死，然后就眼睛要闭上了，但是还是不愿意去睡，啊，那个人就保证他的命里也有太阳。比如说呢，有些人呢，他就很喜欢跟你杠，啊，你讲 A， 比如说一个太太跟一个先生，那个先生呢就很喜欢跟那个太太或者是那个他家的小孩子唱反调。你讲 A 我就讲 B， 你讲东我就讲 C， 反正我就是反对你，啊、哦，那个呢，其实就是命里带七煞。我个人觉得啊、哦，这不牵扯到政治问题，但我觉得反对党的主席应该是命带七煞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这个反骨会很重嘛，哦、那比如说哈、哦，我刚讲到这个零星。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五鬼那个命啊，就是跟灵星很接近啊，灵就是风灵的灵啊，星就是这个灵星的星啊，灵星这颗星。啊，五鬼哈、哦，五鬼命啊，就比方说你要开酒店做高利贷，那个都蛮适合五鬼。如果你的就是说你的命里带灵星啊，都蛮适合做那个行业的。可是我也。那这样子你比如说你命中带这个，那你是不是就要做那个？其实不，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把它演化之后，它可能变成是比如说赚女生的钱，就是妇产科医生是不是赚女生的钱？是吧、哦、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要会去，这道理放在那边，但是要自己会去变通，千万不要曲解它。天生万物下来、哦、都一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有用的地方，不要曲解自己，然后也不要太过于啊仗着自己，比方说啊，那个我的八字很重，或者是我的这个紫微斗数排出来，哇，命太好了。我觉得那个不太有太大帮助啊。这个易经上面就讲，一时之急可反为凶，但是一时之智也可反为用。你如果这个就是标准的一时之智可反为用，比如说你是五鬼是零星命，好、哦。那你特立独行，那你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业，朝这个地方去做。就比方说我刚刚讲到这里，比如说你如果是这个破军，你要做什么行业，然后你如果是右臂要做什么行业，其实它不一定是就是啊，感觉起来好坏，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希望表达这个意义，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个意义。那在我们讲完八个这个位置之后呢，好，回到上面来看，这个红色的地方哈、哦，这红色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到可能比较吉祥的地方，也就是说磁场比较好的地方。那白色的地方，绝命祸害五鬼六煞，可能就是磁场比较乱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拿一个罗盘哦，或者是拿一个，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智慧型手机上面去下载这个罗盘哦。然后你看哦，你到一个地方去看哦，它一直在抖，那个针一直在抖都不会定。它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磁场很乱，第二个是什么？电磁波太强。如果是电磁波太强呢，有解法，弄个铅板埋在墙壁里面，我的客户几乎都有这样打。因为现在电磁波太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磁场很乱，磁场很乱大概都会落在这四个区里面，绝命祸害五鬼六煞都在这里面。但是请记得哦，这四个地方不是不好哦，否则你买一个房子买进来，你只能住一半，那很贵，现在住要贵的，一平几百万。对，你买30平只能用15平，因为一半不好一半好，也不会这样嘛，所以你要会用，要会用。然后
我们现在讲哈，比如说哈，您刚刚自己哈，算出来，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认出来你自己是哪一个命，比如说你是东四还是西四，比如说你是坎命，坎命是坐北朝南嘛，不是说我一定要坐北朝南哦，你是整个东四命你都适合，啊、哦，你不要很偏执啊，我一定要坐北朝南，没有坐北朝南的位我不坐，啊、哦，没有也没有这种事，就是。这个整个东四命你都适合。如果比方说你是艮命，艮为山，好，然后坐东北朝西南，坐东北朝西南的时候，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东北朝西南你才能坐，你坐西北朝东南也可以的，好，你坐西南朝东北也可以，你 坐西朝东也可以，所以千万不要曲解的这个用意，也不要偏执太过于这个钻牛角尖哦，就会变我刚刚讲的那个廉贞那颗心哦，容易自杀。好，现在我们谈一下第三个单元，就是长幼有序啊，各居其位。什么叫长幼有序，各居其位啊？家庭每一个成员啊，都有他适当的方向哈、啊。什么叫适当的方向？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啊，比如说北京的这个紫禁城。北京的故宫紫禁城，它就是一个标准用，这个方位去做出来的一个建筑。它从中轴线开始发展哈，它从中轴线开始发展啊，然后其实它不是正向，它稍微有点歪哈啊。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啊，比如说我们把一家分成父母，然后六小孩，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啊。你不要问我说，万一你家有四个男的要怎么办？这我答不出来。然后你也不要问我说，你家只有一个女的，那剩下两个方位要干嘛？那对不起，我也答不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比较属于学问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爸爸一定是乾，妈妈一定是坤，为什么一个天一个地？啊，这个藏书上面他讲到人这一篇的时候，他就有写啊，以乾父之金。坤母之血汇集而成血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乾就是爸爸，然后呢，坤就是妈妈。其实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是不合的。然后呢，先讲方位哈，比如说父亲在那个他是乾嘛，各位看甄嬛啊，看了那么久，搞不搞得清楚皇帝到底住哪一个宫？他可能不会住在自己的宫，因为每天都睡在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他自己是有房间的，他自己那个房间叫乾清宫，他是住乾清宫。乾清宫就是在西北的方向。那皇后哦，皇后就算妈妈嘛，哈、哦，她有她自己的方向，在西南方是什么？慈宁宫。啊、哦，那请问太子是住哪一个？大家都知道嘛，台北市有一栋建物叫太子东宫，所以太子一定是住东宫的。台北有一栋建物啊，叫太子建设盖的，他就说太子东宫，那就他已经告诉你了，太子就要住东宫嘛，这个是最好的方向嘛，哈，这是最好的方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妙的一件事，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统计跟观察哈。你看妈妈哈，妈妈哈。妈妈都最疼最小的儿子，爸爸呢都比较疼长女，很奇怪，因为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大哥对小妹就特别照顾，然后呢，二哥跟二姐就比较衰了，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疼，所以就二哥跟二姐感情特别好。如果你顺着这个逻辑，其实你就背下来了，好，我们再一次啊。爸爸疼大女儿，妈妈疼小儿子，应该不应该这样？小儿子啊。然后这个哥哥特别照顾最小的妹妹，三女啊。然后呢，这个老二两个就比较衰。就没有人疼，所以他们两个自己比较好，这个大概就可以背下来。
因为这是我老师以前教我。那它分别代表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比如说正就是东啊，对是水，就是在西。啊，我们常常啊，有时候到那个我常常到有的客人啊，他会带风水师啊，我真的看过很厉害的风水师哦，他手指头这样出来有十二个指节，啊，然后拿掉一个小指头不算，然后呢在这边点，他就知道方向了，因为是代表各不一样的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就八个方向。你只要罗盘一拉出来，这样子一对，你就知道，比如说乾坤艮兑，兑就是西，西就带财，所以呢也属金，然后你就往西的地方一站，你就知道这边哪一个地方好还是不好。我真的有看过，可是我也有看过那个不学无术的江湖术是怎么骗的，我看的真是私底下人家笑。他算一算哦，算到小指头来了，我就后来看了真的百思莫解，我就问他这样，请教这位高人，请问您的方向为什么有十二个？他说：“哦，我还算天，还算地。”我说：“哦，那您真的是很高。”所以这个是因为风水这种东西，有三种东西真的是很难懂啊。哦，第一个叫风水，第二个叫古董，第三个叫茶。风水、古董、茶，真正懂的没有几个。但是呢，每个都说自己懂。即便我今天站在这边，我也不敢说我懂。就是大家研究分享一下，但是所以最好就是自己懂，你可以分辨。张总编他刚刚讲到，我曾经做过地保好几户，那其中有一户，他从香港带了一个很有名的师傅来，哇，那师傅阵仗很大，他带了要做头等舱，要什么住星级饭店，然后要怎样接，然后600万看两户住家老家跟祖坟600万。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觉得啊，他好有名哦，他是在这个中南，他帮中南海的人看，我觉得哦，这好厉害，那要学习一下。然后，可是我后来发觉他在现场讲完的这些东西，我的客人不用给他600万，你给我600块，我就算给你。其实讲的都是一样，因为都是看同一本书嘛，所以最好。你看刚刚是6000哦，现在就变600万了，要不要学一下？想要学会啊，可以省钱了。所以这个哈，我刚刚讲到这个之间的关系性啊，它也是其实人生出现的一个很妙的关系性。我们试想看看啊，那爸爸是不是对那个长女都特别好，然后妈妈都特别疼幺儿，二哥跟二姐都比较衰，没有人疼，然后大哥对小妹比较好。所以好像人生就好像是在这冥冥当中就注定了。好，你看大家快要睡着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振奋精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宅内三局哈，宅内三局里面讲的就是正财、偏财、大文昌、小文昌跟正官、正印这三个局哈。我看这三个局哈，这大家是为这个来的，其他大家都不想听嘛。正财、偏财、大文昌、小文昌跟正官、正印。先讲正官、正印。正官、正印其实它运用哦，并不是在阳宅，它其实是在那个办公室运用比较多，因为办公室比较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嘛。老板来叫你坐这，你就坐这啊。老板来跟他讲，我要坐南朝北，不然我不要在你公司上班，不行嘛哈。所以就是利用一些方法啊。我们先讲正财、偏财。我就知道一堆人就开始拍了。好，这讲到这边就是最多人喜欢看嘛。我们现在看到它有东四命跟西四命，然后东四命坎离震巽，西四命是乾坤艮兑，它有分主财跟偏财。主财跟偏财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财跟偏财的这个分别呢？就是比方说一个房子其实它也是有屋性的，它这边每个房子有屋性。这个房子我们把房子分成两种，第一个叫做天干支，天干第二个叫做
地支支，什么叫地支支？就是我们把天干地支分开。什么叫天干？各位都知道。然后那个地支，那这两个配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这个房子，你配到如果是天干屋，那很非常好，你的事业就是从零开始往上加，看你要加到多少。可是如果你配的如果是地支屋，那就比较惨一点，就是从零开始减，看赔多少算多少，少输为赢。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啊。比如说哈，以上的这个八宅财位啊，找出屋内的财位之后呢，那第一个要检查它是不是够干净够明亮。稍后我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要能够聚气。什么叫聚气？哎，这财位不错，后面一堵很大的窗，那不用聚了嘛，气都自己来了，然后也出去了。然后呢，阳宅招财呢，最重要的，它有顺序的。第一个客厅，第二个餐厅，第三个房间。如果以现代设计语汇来看，它就是公共空间大于这个不公也不私的空间大于房间。什么叫公共空间？客厅、餐厅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私密房间？卧室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公也不私？好 ，OK， 财位如果放在那边也可以。不公也不私就是书房。合适，麻将间也算。你麻将间如果偏财放的麻将间，这是以前胡瓜家里这样做的。然后放在这些地方啊，那就是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点。那如果屋内的财位呢，在上述区域重叠呢，好，它有这个锦上添花的效果。比方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家来。然后呢，我的财位在，比方说财位在北方，这个偏财在北方，主财位在西南方。如果西南方没办法放，要怎么办？主财要怎么，要没办法放要怎么办？好，这等一下告诉各位。老师，你那个坎离正序是指屋的坐向吗？屋的坐？是那个，您要屋是屋子，是屋子。是屋子的座，对，不是你个人的座。你的房子，我们讲一下哦。它现在那个房子都有两种门嘛，第一个是落地门嘛，然后第二个是进来的大门嘛。我不知道各位在外面听到是怎么样去分，但是我的感觉，我学到的，我从小学到的，要学人走出去的那个门，可能就是大门。比方说。我的阳台是落地门，可是我下面是五楼，你不可能出去啊，你出去就掉下去了、所以应该看的是要拿钥匙开的那个大门。那你是要站在你的室内面对你的大门的时候拿罗盘来对，你就知道它的方向。您知道这个方向以后，您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是哪一个房子，它是什么坐向。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再搭配我刚跟各位讲的那个八卦方位的那个，比如说天衣五鬼，然后他用赛璐璐片，这个很简单嘛，你自己回去抠一下放，你就知道在哪里了，那就更棒了。这个真的很简单，这个很基础啊。然后找到财位以后呢，再观察是不是为安定面或者安定的角落。比如说它不是后面有窗，那你是不是至少要用一个很厚的窗帘，或者是后面用个板子把它封起来，至少能让它气能够在那边聚嘛，否则一下就跑掉了。然后如果安定哦，可以加重这个聚集以及停留的效果，反之则需要使用屏风或者厚重的窗帘遮挡，以加强辅助聚集旺气的功能。好，那有些学说啊，他会说啊，进门四十五度角，它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讲法，因为很好辨认，一进来就说啊那个是财位。可是我觉得它的真正的解释啊，应该是说啊，安定面加上吉方，然后重叠的时候啊，它的效果才会好。就是赛璐璐片红色的区域啊，因为那地方正好是你的财位，然后那就是有大倍的效果，那个地方就不错。
但是啊，你有以下的状况，比如说你一进门啊，你看到那个财位啊，就是厕所啊，那就不太好。那财位上虽然是财位，但是财位很脏很乱，有蜘蛛网、蜘蛛丝，还有小强在爬，啊，掉了饭粒都是垃圾，那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哈，厕所正冲财位啊，就是难聚，啊，它有财但是难聚。然后财位无靠，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安定面不足，就是它的后面是开窗。如果在楼梯下面，这个也不好。楼梯其实跟梁是一样的效果，我们都知道不睡在梁下，所以楼梯下面其实也尽量当储藏室。如果你很恨你家佣人，就让他睡楼梯下面，保证他永远压不过你。还有哈，然后大财处有楼梯向下，这也很糟糕。比如说你是楼中楼，你一上来那个地方是财位，那财位就一直向下，这个也要避免。然后财位啊，这个地方如果是红色太重啊，这是求财很辛苦的。在那个四方经里面有提到那个求财轻松多，不过那个四方经也是后来人写的，那个这个参考一下就好。它就是红色，就是求财非常辛苦。如果是财位是黑色太重了，就是守不住财。那大门对厕所就是耗财，那大门有很好的气进来，就正冲就进去了。等一下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各位分享。刚刚是财位嘛，再来文昌。那文昌呢，它我也是帮各位统计出来，它分东四命跟西四命啊。坎离震巽乾坤艮兑，它从坐向来看，比如说我是第一个坎的时候呢，它是坐北朝南，然后呢它的大文昌在东北，小文昌在东南，那东北跟东南呢，其实我在统计完这个以后呢，我发觉它跟它其实都是差90度，这个我也是自己统计完之后啊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统计完了这个东西之后，那角度相差90度，在风水学上啊就叫做坐入之位。什么叫坐入之位呢？就是你坐在就是 standby 嘛，你准备站在这边要往下一个地方，就是四正四余位，就是坐入之位。那这个大文昌跟小文昌啊要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你们家有人要联考啊，有学测有机测啊，那可能就要大文昌。所以你们家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他现在如果还是在念小学或者念国一国二啊，就是八年级九年级，那可能他在小文昌就可以。但是要记得啊，其实文昌位哈，一般通称的文昌位就是啊，我把我们这个小朋友放进文昌位啊，让他去在那边住，然后他就会功课好。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狭义的说法。其实文昌位我比较建议，在我执行的个案跟设计的个案里面，我都会建议把文昌位是单独拉出来，那边不睡人，就是直接呢，就是放一张书桌在那边会比较好。就是文昌位千万不要让他睡人。还有刚刚提到财位哈，它有一个priority，有一个顺序，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跟私密空间。为什么财位不要进私密空间？也是这个原理。财位进房哦，通常啊有出不进，也不会好，所以最好是在公共空间。所以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那也有人呢把它设在非常私密的地方，那你就要非常的 keep 它。就比方说你在那个地方去放一个保险箱，那你的保险箱里面都是放你的宝物，那个放在财位呢也是现在蛮多人的做法。这是文昌。那我们看一下啊，正官正印啊，这个在职场上面如果有上班的都会比较适合。什么叫正官正印啊？在阳宅的说法是针对公司行号，因为公司行号的坐向坐位啊，不能像住宅这样的随心所欲的安排，所以公司老板或者企业经理人，他可以找正官正印，比如说信义房屋的某一个店长，他就可以去找那个正官正印的位置来做。
作为放办公桌的参考，或者是我看到很多屋脊，就是这个要与人接触的行业，那他可能他会拜财神，或者拜土地公，或者拜关圣帝君，那个就可以放在，可以把那个神明呢安在那个方位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叫正官正印？我们先要看一下，它是根据啊每个人的八字五行的喜神，这个又是看人哦。喜神，什么叫喜神哈？喜神，其实喜神那个黄历上也有喜神。喜神哈，一个人的命格啊，应该是木火土金水五行哈都要有，而且很平均嘛。比如说我们名字有三点水的，如果有老师算的，通常都是缺水，那希望有水来帮你补足。那如果我认识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杨森，好，杨是这个牧羊羊，森是森林的森，所以他的名字里面呢有四个木头。后来我就拿他的很好奇，拿他的命来看，哎，果然是缺木，所以这个是妈妈算过，就跟他说你妈妈对你真好，所以给你一堆木，就是正好补足你的命里的不足。所以呢，五相都要平衡啊，但是人的命格啊，不是十全十美，总会缺了什么。所以呢，欠缺的那一项，我们就叫他喜神，也就是说，只要喜神到位，五行就到齐。这有点像打麻将听牌啊，哎，听牌一打，哇，主公啊，喜神到位啊，就发财了哈、啊。这个就是喜神哈、啊。那喜神呢？喜神是通常是要看什么哈、啊？我们知道四柱八字，为什么叫八字？就是八个字，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加起来八个字。那什么叫四柱？就是年月日时，就是四柱，我们通常是要用日的天干。我刚跟各位说了，天干在这边，地支在这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个就是地支跟天干。通常我们要看日柱的天干，日柱的天干哦。举个例子哈，比如说103年2月1号出生的人。103年2月1号好像还没出生，在这里有、哦、然后呢他查黄历啊，查完以后那天叫做癸卯日、哦、这个癸呢就是天干，卯呢就是地支，癸呢又等于水、哦、癸又等于水，然后癸等于水这是可以查的、哦、这边可以查，这边可以查，癸是水，这可以查。可是我写很久，我查超久的。然后呢，癸是水，所以呢，这天出生的人，他的本命是属水。哎，但是本命属水不代表你的喜神是水，你本命属水，你已经有水了嘛。要看克宫。我们是不是看那个？我们在算命的时候啊，它是有。有所谓的生跟克啊，比如说这个叫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克型。那什么叫生型呢？就是从刚开始啊，有一个生型，它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跟水生木，这个叫生型。然后呢，我们通常是看克宫，比如说呢，你的本命属水，但是水是被土克嘛，土克水嘛，啊，土克水。所以你的喜神呢，应该是土，不是水，所以你已经有了，所以你已经有了，你已经自备了，所以你就带土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土。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他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家里小屋小孩比较多，但忘记几点生的，尤其是自然产，所以都会忘记，或者是某些原因，那就可以用哦。四个吉方就是赛璐璐片上面的红色区域，生气延年天一跟福位作为参考。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延续这边喜神为土，土的话就是坐东北朝西南，
可是我想，如果这个工作薪水很高，怎么做到的时候你都会做，只是不做不做的久。所以呢，最好就是坐东北朝西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喜神，就是您各位看到喜神。然后呢，再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前者乃为后者开眼，我们看一些案例啊，这个真的是他生之时可以工作，怎么样破解格局啊，符合自己的需要。刚刚前面啰啰等讲了一堆，那看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啊，可能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哈，我举几个例子啊，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十年我经常听到那个穿堂煞三个字，以前都没有，好像科技越进步越迷信。穿堂煞哈，在我个人如果碰到穿堂煞的案例的时候，我会用三个方式去解决它。第一个就是风，你有看到这风特别刮号起来，不是山峰的风哦，是风，就是磁场，好，让它在这个门前绕一下。第二个就是引导动线，第三个就是玄关射门。这个就是一个峰回路转的案例。我们大门进来，这个地方是厕所，好，那个地方是厕所。理论上来讲，你如果不遮，它就出去了。所以呢，我们这边遮一下，让它出去。这个非常常见，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常见。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标准的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就故意在这边设一个玄关。其实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啊，它是没有能力去设，这个设起来其实也不好看，因为它这是一个客厅，这是一个餐厅。理论上按照设计理论，如果客厅是八平，餐厅是五平，如果中间不设玄关，八平加五平等于十三平，其实错。视觉的观点，它大概至少会乘以20%，会乘以1.2倍。但是你把它隔开以后，就客厅是客厅，餐厅是餐厅，这就大不起来了。所以这在设计上就要非常的留意跟小心。有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室内设计师，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久，然后以前我也在学校，我也在那个大学教书，我实在是有时候不太愿意去跟学生讲风水的事情，因为风水跟设计是可以抵触，是一定会抵触。但是慢慢后来发觉，其实他们两个是可以共鸣的，你只是要用比较暧昧的眼光去看它，让它不要黑就是白嘛，产生的灰嘛，不要斑马要黑马啊，这样子比较好，黑马白马有斑马也很好。黑猫白猫，会抓猫的都是花猫，也很好。所以呢，不要用这样眼光去看这个，这样进来，它的确是进厕所。所以用这个方式去做，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案例。然后第二个，这个有一点密宗的说法，这个叫做引风入内，就是它一进来，它是不是就出去了？这个门一打开，它就出去了。留不了财啊，或者是见冲，所以呢，就让他这个玄关做一点点，让他进来之后45度角，让他进到客厅的这个方位，让他进入到客厅的这个方位啊。那从让他进入到这个客厅的方位，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做一个小隔厅。从这边可以看啊，这边到这边，这边到这边，其实他是45度角进来。然后这边到这边也是，它是一个45度角进来，就是以45度角的方式进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你可以看到这里45度角进来，这个一进门见柱嘛，进门见柱嘛，这个百病丛生嘛，所以从这边开始让它进来，把柱的这一段遮掉，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45度角进来，这个45度角进来，这是45度角引导动线。那再来呢，就是玄关射门，这个通常会发生在就是说
比较大的房子，比方说楼中楼，或者是这个很大的一个房子，或者合并户也有可能。合并户等一下我们也会谈。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案例哈，从这边进来出去了，那避无可避啊，怎么避？那我往左转，往右转，往右转就没了厕所，往左转就没了储藏室，非得从这边进啊，那怎么办？啊，做个门关起来。OK， 做个门关起来，做个门关起来，或者是风水的意象啊。有了这个风水的意象以外，还可能要请各位要遵守，否则也没有用啊。我到我客人家去看嘛，哎，对对对，要做个门做起来。就去他家没有一次是开的关的，全部都是开的，啊，那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我说啊，我忘了，我忘了。我说钱掉了你会忘？他说不会，那你关起来吧。既然你信他了，所以这个就是门做门。那再来哈，这也是一个玄关射门的案例。我刚刚提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房子，这个房子很大，这个房子光一楼就150平，这是一个透天的房子。它一楼就150平，它从啊这个房子，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再给各位看一个照片。它还有前门，前门是一个进到花园的门，进到花园的门其实也不能跟里面的门相对。那这个门呢，又跟这个廊道呢，这个廊道这边又相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横拉门，看一下。这个哈，一进来就是这道门。那我们在上面，因为它这个设计非常辛苦点啊，很欧式，所以我们在墙上放的是这个雅典学园的这幅壁画。然后这个门的后面就是这里，其实这个地方它因为它是做一个露天咖啡座。哦，所以其实他不做门也可以，但是不做门就是怪怪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电动门，哦，让它可以挡住一下，让它这个气不会马上出去，在室内还可以绕一下。然后再下一个，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合并户，合并户啊，合并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合并户我会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销售房屋的时候，那比如说你是2个30平，然后梁柱计算都已经计算完毕，然后结构检讨也检讨完毕，但是呢，突然这个客人来，他要买60平，机不可失，那就一定要卖他嘛，对不对？所以呢，就产生了合并户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但是合并户设计完之后，它发生的问题就来了，梁柱过多啊。这是结构学的角度。那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呢，是最怕碰到这件事啊。比如说我30平的客厅面宽大概是3.5米×3.8米，这个有公式啊。可是我60平的房子，扣掉现在公设，那至少我要有4.2米到4.5米。结果我合并完之后呢，还是只有3.5米。那就一点都感觉不出来是合并户的这个气氛，所以这个就有点伤脑筋。所以在做合并户的时候呢，我个人在做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他的，比如说2个30平，他的观点就是60平，而不是30平。那这个哈，这个就是一个案例，合并户哈，它是一个大户去并小户，它并完以后呢，它连中间的那个电梯间都是他的。小公也并入他的室内，都变他的哈，所以呢，那理论上一定要拆嘛，啊，你房子不拆就没有用嘛。现在，我执行过的个案里面啊，他合并户不让你拆的哈，就不让你拆墙的只有一个房子，在信义富邦，也在这附近，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让你拆，你就是室内都不能动，啊，所以这个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们通常会在这个地方哈。去放这个大山大水的画，记得要大山大水，然后或者是照片也可以，比如说淡水戏港，这样可以。你看观音山，看淡水河，这可以。九份 ，OK， 可以，这个都可以。然后或者是呢，要用刀剑去镇宅，
基本上呢，每一个房子啊，其实都有它的屋姓啊，然后也有一个神叫屋神，屋神是什么？就地基主啊。那屋姓呢，就是原来设计者的规划。这个其实我自己是一个从业人员啊，这个我是会尊重的，我尽量都以原这个屋主的想法啊，去套进原设计者的设计里面，看有没有办法可以 match。如果不行才改。那所以在合并敲除隔户墙之前哈，第一个问题啊，这无关风水，但是有关安全，结构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乱敲。结构安全以后呢，再敲除，然后再做这个镇宅的动作。那镇宅的动作其实就是在这里哈，各位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合并户，它墙拆掉了。那我们在这边放了一个大山大水的话，啊，就镇宅的作用。那第二个，这个也是一个合并户，它上面有一个梁，下面这个墙敲掉，所以就放了一个刀剑在这边镇宅，啊。然后还有一种合并户啊，它不怎么敲啊，就这里一户，这里一户，它不怎么敲，但是它一合并，它原来没有合并的时候它没问题，一合并之后，这前门跟后门就对到了，所以这个就要设隔屏，啊，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案例，就是说我们从这边进来啊，这边设一个隔屏，就至少让它前门的落地窗，就是左边这户的落地窗跟右边这户的落地窗啊，中间是有一个阻隔的，啊，就是让它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镇宅。这个还有一个特殊案例啊，合并户的特殊案例啊，这个就是要取其吉祥的这个用意。这个做法其实我个人遇到的案例里面啊，是在这个密宗比较多啊，密宗比较多，密宗好像比较意他们好像是意志比较坚强一点啊，比较意念比较强，所以呢他会用呢，比如说他会写一个安宅咒。一个安宅咒，把它贴在那个拆敲掉墙，墙上面一定有个梁，贴在这个隔户墙的上面，然后再做一些造型，是取其吉祥如意的这个用意。比如说哈，这个哈，在这个元刚留言里面啊，这是一个讲这个道家的书。三清天跟四重天在九天界中啊，是最不受灾祸影响的境界。那这个就三跟四嘛，三跟四，所以我们就做成三跟四，三跟四层。那这样老师就说 OK， 那老师 OK， 那我们就 OK 了。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做非常多层的这个造型的天花板。这是一个特殊案例。然后。还有一个哈，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这个特殊案例的介绍。它有一个增运，我们通常会把它分成增运跟壁煞，房子就是碰到这两个哈。这个哈，这个就是增运。什么叫增运啊？这都是老师看的，在我的，这不是我看的，这是我们的客人找老师来，然后我可以跟着在旁边学，我觉得。这个老师其实蛮厉害的，我就会把他教的东西，他在这个房子运用的东西，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他这个哈，他特别挑了一块大理石，大理石是这个有点不太清楚，它是一个大山大水画的一个大理石，就是他那个大理石看起来有点像山水画，还特别去挑。我陪那个客人啊，大概挑了一个月才挑到一片，就老师一看不行，不行再找。所以呢，接近到完工的时候才找到这一片，所以足足找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老师就放这个大山大水的画，这个各位如果刚刚有印象，这个在刚刚那个放那个山水画那边有出现同一户嘛？那他因为是合并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大山大水画。他说这个是自大理石啊 ，marble 啊，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它不是人造的，所以呢，它是具有灵性。然后并且它在它下面啊，就真的放了一个脚踏七星，每一个尺寸呢都非常讲究，然后放完尺寸之后啊，要求我们把它用那个水泥粘起来，然后再开始铺上面的大理石。
等一下会看到。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就是取吉祥如意的用意。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五爪是龙，四爪是凤，其实也是灵嘛。那这个就是以这个八个方位十六片弧形表现出凤凰的鳞片，然后表达出吉祥如意的意思。不过这个也看得出来这一户就是针对这个女性为主的住宅啊。那因为是男生就不愿意了，那老婆爬在他头上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是以女性为主的住宅。在下面这个案例，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起居室，然后再进来这边是一个书房，然后再进来这边有个双开门，双开门这个是一个主卧室。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不希望在起居室跟书房中间再设一个门，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把它避开，在两个门的两个后的中间，两个通道的中间去避开，巧妙的让它避开，不要让它对冲。这样子也能表现出设计的大气感，然后也可以避开睡房冲门。这又是另外一个案例这里一个有点像外双溪，有点像熊庙，其实不是啊。这是中式窗花门扉的缩影，那这个缩影呢，它就代表圆满。这个缩影在哪里？在中正纪念堂也有。中正纪念堂总共有81种窗花，不一样的表情。然后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圆满，就是这个。那这个通常会用在，哪里啊？用在长辈啊，用在长辈身上，比如长辈房间啊，你跟他说用了圆满啊，他好开心这样啊。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转45度角，面向财位。为什么要转啊？你看这边有转一个45度角，为什么要转啊？因为它这边是个柱子，然后也是梁，所以呢，如果没有转45度的话，那反正要包梁嘛，干脆就把它转45度，然后让它大门进来的时候可以比较面对这个财位的地方。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叫引大门锐气进卧室。可是我的大门进来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个人的方位跟方向，然后呢，但是我一进来之后呢，我的客厅、我的餐厅过了以后就是我的房间。我希望这个磁场、这个气可以一直导入到我的卧室。那你可能要做一个长长的走道，打开一个双开门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就是卧室。那这个时候你的门就不能常关了，要常开。好，这个好，给各位看一下热闹。但其实这我也不懂。密宗真韵这些客人会去找那个密宗的老师，然后很神秘，然后也不肯讲，然后呢，他就说你就照着这样做，我说好吧，那就照着这样做，就做出来。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问他说，人家不是都是里面是方，外面是圆吗？你怎么反过来了？里面是圆，外面是方啊？他说我们表达的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解释，那各位看个热闹。这是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他的财位，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希望能够更亮一点，所以呢，在设计在运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上面用了这个反射性材质的这个镜子，然后呢，在这个分割线的地方呢，干脆放四盏灯，然后呢，让它可以更光亮。那他听说他四盏灯。我是听我的客人讲，他都没有关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这位客人他的小朋友他属木，就是他的五行是属木，喜神是属木了，对不起，属木。所以他希望呢，他睡在这边的时候呢，他能够符合这个木的意象。
木的意象，其实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这是做木工不是都木嘛？他那老师说不行，要有其形才有其意。我说好，那有其形有其意，那这样好不好？那我用这个特殊的材料做一个像树一样的东西给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OK， 可以可以，那就做了。这个其实是那个梵谷啊，梵谷有一幅画，梵谷里面有一幅画，我忘了是几号，因为他当时硬要我做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我有点蛮痛苦的。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那我去找一幅画，那画里面他有这个木的意象，比如说有树啊，有森林，这样可不可以？老师说可以，我就说好，去找了一个这个画，然后找完之后给他看，他说可以，然后就把那个画的里面的那个叶子，然后弄在这个衣柜的表情上面，坐在衣柜的表情上面，那这样他也觉得不错。那连把手的部分呢，都要很像树枝啊，都要搞得很木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也是一个很妙的。这个是玄关，圆关，你做一个像孔雀开屏一样，孔雀开屏，喜事临门，啊，就是取这个意象。然后呢，我下面哦，在介绍这个避免啊，这是我们特殊案例介绍，它里面会有一个避免。但是这个避免啊，这真的因人而异，千万不要因为您周边，因为现在宗教啊是非常自由的，千万不要因为啊您的朋友啊他是信奉上帝或者耶稣啊，信奉西方的教义，然后呢就产生一些争执，这也是常常遇到。因为一个家庭里面啊，我曾经看过父母住宅了，父母拿香，小孩子不拿哦，我儿子信上帝所以不拿香，那你家为什么要看风水？因为房子是我的，所以常常会有这样子两代之间的问题。但是我是奉劝各位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哦，然后影响了亲子的关系，它中间其实是可以拿捏的啊，都可以兼顾。那但是过于信奉上帝或者是耶稣或者是国外的宗教啊，我没有不敬的任何不敬的意思。那你明明知道这凉下不好，硬叫你睡凉下，我心里就觉得怪嘛，那难免还是要避开一下。因为啊，信不信风水这种东西非常人自互见啊。那我建议大家就信者守之啊，不信者就尊重之。这种事情啊，也没有真正的标准答案啊，还是刚刚那句话，要用时间来证明啊，一时之急不反为凶。你真的全部风水都悟到了，但是你都做坏事，但是我看这个福报也不会好。那一时之智可反为用，也许这个风水很不好，你运用的很好，也对你是一种人生的开始，也不一定。好，那这个好，它的这个炉灶完全露出来，都没有遮蔽，这个我们定义它不好。因为漏财嘛，啊，灶就是财，灶神就是财神，啊，过年快到了，小年夜要拜灶神，因为要用什么拜？要用糖拜。为什么要用糖拜？把他嘴巴黏起来，啊。然后这个大门落地，啊，这个大门前门冲后门嘛，这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前门冲后门，前门一打开，就出去了。那这个在这个风水学上的定义啊，它是影响家运啊。因为啊，气进来出去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运行，即便是风水再好也没有用。所以呢，通常看到比如说客人叫我看一个房子，我去看了以后，我发觉有这样的房子，他问我说这房子好不好，我说这房子不好，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设计那你为什么不帮我做个玄关挡起来？我说因为你这个房子不好啊，最好让它气就直接出去了，就不要在室内再绕了，这样子也许会好一点。所以这个其实很难去解释的啊，但是会运用一下也不错啊。然后再下来这个案例，这个很妙，这尖角过多啊，到处都是角，
到处都是角，这尖角过多。尖角过多是什么？就是煞，你就碰到煞。一旦碰到煞的时候呢，你不是就要解煞？不是解煞，那不然就要去安，那不然就要去求根，那不如没有煞，就很好了。这个煞真的稍微多了一点了。那煞一多就代表什么？就坎坷嘛，凡事不顺嘛，凡事不顺就是煞嘛。再来哦，这里是大门，这里是一个大门。啊，各位看到这边有个分割线，这边是一个厕所。这种房子，这种案子哦，最容易出现在套房，单面采光、单采的地方。那个玄关哦，一开门就看到厕所，那这个其实是要避免。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避免呢？就是顺着老师的话，有其心必有其意。所以呢，我们把它做成看起来像是一个镜子，一个隐藏门的意思。那开门见厕，其实在定义上它是代表什么？影响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会很不好。然后呢，它会变得口角很多，口舌是非会很多。然后这个案例也蛮好，也蛮可以讨论一下的啊。玄关很小，非常非常小。为什么玄关小呢？因为它储藏室太大。那这个地方啊，它竟然有很大的储藏室，它放两台脚踏车进去。然后他说，我储藏功能就好，玄关不必太大。可是各位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大吗？这个房子是一个楼中楼，室内实际的坪数有150坪。全幢坪数220坪，220坪，这玄关这么小，这个跟玄关走道啊，玄关过小跟室内坪数啊不符，不成比例呀、啊，不成比例、啊，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真的是有碍发展。有碍发展的话，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叫做什么解释？就格局不大，格局不大。这个案例哈，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到，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ouse， 这个占地总共1200坪，因为版面的关系，它后面还很多进不来，所以只能一半。它这里是一个前门，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进来之后为什么故意让它这个廊道哈，让它这个花园是可以让硬铺面的地方让它绕，因为它的后门，因为前门在这边，各位刚刚看到的后门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很拉门，如果没有这个门就出去了。但是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一个门跟这一个门也不能对。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是让它转90度进来，这边开小门，这边开大门。这个是一个我没带照片，它是一个很大的，有点像就是真的像人家那种大户人家的这种大门。等一下也许有照片可以看一下，然后。故意让他避开，人走这边，那车子是不走这，车子走后面嘛，哈，啊，这里啊，这里有，这里哈、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它有围墙，那它是正门的地方，花园大门也要避开室内大门，才会对冲，所以在运用上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让它不对冲，让它都不要进来，都完完全全都闪开，不要面对面，让他们永远这辈子都不要相见，这样子比较好啊。这个花门大门，花园的大门也要避开室内大门，才不会对冲。那这个是后门啊，要避开啊车道入口。这我里面没有写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啊。如果我们是骑楼，既然台北房子都有骑楼嘛，骑楼上面。那个房子比如说在2楼，它下面是空的，这样好不好？大家会说不好。可是我问了大概我统计过大概30个老师都没有人跟我说它好跟不好，他是说要看人命跟看它房子的物性。但是有一种哦确定是不好，比如说我下面是车道下到地下室，但是我那车道下到地下室1楼一定没有房子吧，它在2楼，哇，那个真的很不好。那我收集到的案例啊，大概目前为止大概至少有4个案例，很不幸的，真的都不好。
都走下坡，所以这个车道这个东西可能要避一下。然后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过年快到了，大家运用一些小技巧，然后呢，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然后呢，不过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我最不主张大家花钱花大钱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讲到的这些都是花很小的钱就可以了。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几个单位哈，增跟减。增呢就是增运聚气，那我们把它分成五个。五个呢就是，比方说第一个就是七星阵，刚刚您各位有看到，有一户上面有个照片，它下面就有七星阵。那我把它的排列的方式告诉大家。然后第二个是贵人章，第三个是贵人灯。那这两个其实是跟刚刚的正官正印位有关系。那第四个就是财神雕像，然后第五个是水晶洞或者是吉祥物，那这个都跟财位是有相关联。这个，其实它中间是有尺寸嘛。如果各位有尺，这个尺叫文公尺，上面是有字的。那我建议各位可以看一下字，就是字的部分让它都是红色的在这边出现，但是它有两排。如果它的我们用的装潢用的文公尺啊，它总共有四排，最上面那排叫公分，对不起，叫寸，啊，那个寸是中国寸，啊，中国寸就是一寸等于3.02公分，然后一尺就是10寸嘛，就30公分，然后一丈就是10尺，10尺就是这个300公分，所以古代人说丈夫丈夫，所以古代女生她周围啊。3米以内不能有其他男人，有这个男人的就是她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那上面是寸，然后下面是大字，然后再来是小字，然后再来是公分。那也有的是反过来的，公分在上面，中国寸在下面。我们通常是要看大的字，那是阳宅；小的字那个叫丁兰，丁兰就是阴宅，阴宅就不适合看在阳宅嘛，哈。这个不是今天主题，稍微提一下。所以它是从这边开始排列，好，那这个网络上很多啦，你看一下，可以它里面有，比如说天机跟天璇中间的位置是多少，然后天珠跟天机的位置又对象是多少，我们因为那个老师是花了很多钱啊，凑不进来的，所以他特别把它排出来，那把它排出来之后呢，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跟各位分享。这个是贵人章，这个在放在正官正印的地方哈，这贵人章啊，贵人章要方形喽，圆形不行哦。啊，这个方形是代表四方之气啊，圆形的话就是没有角度嘛，就没有气。像这种贵人章，啊，它最好是什么？官房。什么叫官房啊？官房就是比如说你是主管。那你的老板，那是不是会有个大的章，公司章，或者是做官的章？那这个照片，这照片它上面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皇帝的章啊，皇帝的公文章，玉玺。那这个也是可以拿来运用，但是要记得哦，通常都是单数吧。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单数，我也不知道。就像为什么拿香一定是单数，这我也不知道。因为人的手指头是单数，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也有人哈。也有人呢，用这个官房单数，然后呢，盖成这样，官房买得到吗？啊，盖成这样，然后挂在自己的后面，但是记得也要按定面。那这个就是五个章去盖完以后，就是这个就叫贵人章或贵人图了啊。然后这里哈，你刚刚有看到这个七星阵啊，这忘了，这补充一点啊。七星阵啊，你也可以啊，不要放在地上，因为你买个新家，那个地板已经做好了，你还是把它敲开再弄着，这太麻烦了。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它放在木板上，粘起来，放在椅子下面、书桌下面，或者放在脚踏垫下面，都是一个方式啊。然后呢，但是七星阵啊，在那个它总共版本有很多，它每一个哈，
要有开符跟收符，就是要跟开跟收的仪式，通常是念咒语，但是它的咒语的版本太多，所以我在这边不介绍。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是要用咒语控制，比方说你需要它，不过这通常还要看一下你自己运气好不好。你如果现在自己运气不是很好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个听说很强，这弄起来可能对你更冲到也不好了啊。这个有此一说，但是大家就是当成参考。然后这个贵人章哦，这个悬吊于它的座位啊，就是正官正印的后方，就是刚刚讲到公司行号正官正印的后方，或者是书房的后面，这样子也可以。那这个呢，就是真运聚气，这是真，这是贵人灯。贵人灯是什么？就是通常在财位啊，或者是正官正印位，或者有点伤脑筋，因为现在办公室啊，它灯光统一控制。晚上全部把你灯都关了，节能减碳，所以你的贵人灯也跟着关了，所以你自己想办法弄一个小盏的放在下面。我真的有看过人家放一个小盏的放在下面啊。这个开灯增温，好，它这个其实哈，财位跟正官正印位啊，聚气不散，开灯增温即光明，即所谓引路灯，有点像灯塔吧？我的解释这样，有点像灯塔。这叫贵人灯。那再来，这看起来就非常吉祥，也很可爱啊。这个就是财神。那财神一定要放在财位嘛，哈。那有的人是择元宝，因为相传财神是喜欢元宝的，所以呢，就用这个金子折成元宝放着。那但是要记得哦，这个我了解的啊，是要实心的，最好是。自然的材质，就是你是玻璃罐的，这个是好像就不太行了啊。瓷器的是空的，啊，这也不太行。通常是玉或者是木雕或者是玉雕为主，这个会比较感觉起来是比较有用一点。那再来这个哈，这一看就知道三角蟾蜍，黄洞仙，它三角蟾蜍啊，也是一个吉祥物啦啊。那它会咬钱来嘛？你看它咬一个钱来。面对着大家，来钱给大家，很开心嘛哈。然后再来是水晶洞，水晶洞呢，可能要它不必大，它要深，要很深，最好是深，就是深到还摸不到。好，这种，我跟老师去挑的时候，老师都是挑这种，他真的哇好大哦，好大一个，然后平平的，老师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然后呢，但是。因为磁场久了以后它也会乱嘛，所以要用金子或者矿泉水净化它的磁场。那矿泉水就是喷一喷啊，然后喷一喷。那金子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点一张金子丢在里面让它烧，一张就好，一张就好了，不用太大，但要深，然后可以稍微每隔一段时间去净化一下。然后呢，通常会放在财位啊，就是两种。就是黄水晶跟紫水晶或粉晶啦、啊，因为黄水晶啊就是财嘛，啊，粉晶就是人际关系，所以这两个大概是比较注重的。那再来是挡煞，挡煞有四个，第一个是当然就是五帝钱啊，五帝钱。我刚刚跟各位看到的这些东西哈、啊，我们通称它，不管是你是真运或者是辟邪，或者是。聚气，那这些东西通常都叫做厌胜物。什么叫厌胜物？就讨厌的厌啊，胜就是圣明的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厌胜物，老师都这样讲，厌胜物。那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它如果可以经过一些过炉的动作，也许效果会比较好。其实过炉很简单嘛，到大庙去过炉就好了。然后第一个是挡煞，就是五帝钱。五帝钱有很多种形式啊，五帝钱，那这个是做成一把剑。那通常五帝钱啊，会挑比较兴盛的年代，所以往比如说从清朝开始挑，它可能就会从顺治开始挑，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挑到这五个。好，那你慢慢挑，
跳到后面，跳到什么咸丰、道光、光绪、宣统，自己都保不住了，也不用保你了。这个也是老师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山海镇，山海镇跟八卦镜，其实这个八卦镜啊，就是一个凸镜啊，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啊。那所以它有分大小，山海镇跟八卦镜它的差别在哪里啊？山海镇它是面对大自然很大，它比如说你家对面有个大烟囱，这个应该叫大自然嘛，哦。然后呢，或者是你家对面有一棵大树，哦，那这种东西。如果说没办法解，应该是用山海镇，或者是你面对那种大山大水的时候是用山海镇。但是平常一般啊，比如说你碰到那种，比如说什么对面的屋角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巷冲啊，那个其实放放八卦镜就可以，用不着杀鸡不用牛刀啊，这有点像牛刀。然后再来呢，最后看到这个就是用鱼缸去掌煞。因为这个看哈，我们从这边进去，然后这是室内，这是室外，啊，这室外就是一个玻璃门这样看。那这边其实就是放了一缸水，那水就是会有这个水蒸气，它就可以有这个挡煞的功能。但是水蒸气啊，要切记一件事啊，水要很干净，要常常换，最好有灰尘就换，这样比较好。不必养鱼，但是要换。合并会不会用到这个挡煞啊？就是，这是一个天花板，然后这是一个小材，我们把面材拿掉，它会贴一个红纸在里面。那有人是贴安宅咒啊，安宅咒，也有非常多的版本啊，从一句、十句、五句的都有哈。或写这个福禄寿，啊，就有点像贴春联啊。贴一个在这边，然后面板交代你的这个设计师或者是师傅贴完之后，然后再去把这个面材钉上去，啊，至少心里也会比较爽一点，啊。再来就是入宅安床宝典，这个是怎么讲啊？入宅跟安床大家都会看，大家都会看一下黄历，啊，黄历现在很好用啊，快要变成那个 Bible 了。会大家开始用这个，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起码我自己用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啊，有三个咒，它分别是财神咒、平安咒跟智慧咒这三种咒。那这个咒呢，它是在安床的时候就放进你的床垫跟床的中间，而不是放地上哦。然后呢，它的来源是藏传啦，这也是一个师父告诉我有这样子的功效。然后呢，就找这个，比如说财神咒，你可以找长辈写，通常是请长辈写，用毛笔写在这个红色的纸，然后上面有金色的碎点，那看起来还挺吉祥的。就是写这个东西，这是财神咒。那财神咒一听就知道是招财嘛，哈。那财神咒还可以放哪里哦？还可以放在财位的地方。平安咒一定是放在床的下面，因为床的下面，因为人在床上至少要待很多小时嘛，啊，那其他地方都跑来跑去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会待很久。啊，这也是藏传的，我今天秀出来的都是藏传的。那这个是智慧咒。财神咒可以放财位，可以放财位。那你要放床下面也可以。如果你是家里你是专门负责赚钱的那一咖的话，那你就放床下面。啊，还有智慧咒，智慧咒通常是给小朋友，就是让他开智慧的。他这个咒语，有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客人在上海的一个老师，因为我看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咒，他放在墙上，就是毛笔写的挂在墙上，我觉得很好奇，哎，这个东西我好像似曾相识，我就问他，他就说这个就是开天眼的意思，就是藏传的开天眼的意思。好，所以这个都是这个避煞或者是增运的功能。
那以上讲的。那个是张巴拉，然后下面那个字是什么？张巴拉，然后下面。这个是闸，闸，闸，一个门里面一个甲，然后再念，念，然后下面再一个闸。这个以上哦，跟各位分享哦，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案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快过年了，希望大家可以吉祥如意，然后平安顺利，好，祝福大家。那现在我们现场可以开放问题哈，因为我们新一堆其实准时开场也准时结束，所以我们是15分钟，15分钟我觉得应该也许是3到4的问题，所以我还没有说开始啊，大家有问题的请举手。好，各位小姐，等一下那个开始。想请教一下，如果是小套房，它进门大门是在北方，进门的右手边是水槽，就当厨房，左手是厕，然后它中间有个拉门之后呢，你就是你的房间跟书桌，或是看电视的地方。因为您刚才有说到财位的部分，您是说要在公共空间，然后再来公学空间，然后再来私密空间。可是对于那个小套房，它就是进门之后它有个拉门的话，那那个这样的方位，然后是次序命的人，到底你财位要安在哪边好？然后它的落地窗是在哪边？其实这样哦，套房哦，是所有的格局里面最难看的格局。我说所谓难看哦，不是不好看，是啊，很难去判断，因为它一打开就通了。我建议您呢，不要执着在这个方位上，我建议您执着在点上。比方说，我们进来的时候啊，东南西北拉清楚以后，然后我们按照东南西北的这个点，然后按照您个人的命，然后也找出这个房子的财位在那个地方，那您就用增运的方式，然后用增运的方式，比如说你的灯就不要洗，或者是你一进来炉灶，因为我们最常看到的小套房就是进门的时候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厕所，最常看到这样子的格局。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客人啊，在厨房的厨具的前面就是用门把它 close 起来，做一个门把它 close 起来，那至少你用个拉帘嘛。我因为那是租房子，所以我基本上这个有窗有遮，我把它挂着，所以进门的时候不太直接会感觉到，是会因为它狭窄，它中间就会看过去。是，可是我就搞不清楚，我到底在那个拉门的前面有厕所跟就是用一边是厕所，一边是厨房的那个通道，还是说拉门之后？可能是你比较讲私密空间，那边比较有落地窗，有只有一个落地窗，那个就是听到你就原来知道的是地方。其实我建议您用增运的方式，增加运势的方式，跟避煞的方式，然后找到自己的本命或者是本位，这样就可以了，不必很刻意的一定要很执着的一定要找到什么方位，因为就像我刚刚跟您讲的，一进来其实开门就见到灶，然后开门又见到厕所，这个本来就是比较需要避免。我会这样建议。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好吗？因为时间也来，那个第二个问题，刚有个同学问，就是布置的时候，就是。有风格，我们平常就是说，在布置一个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风格。那我们的风格，我现在是想说，西方的，我如果是喜欢西方的 style， 然后
怎么样就是加入所谓的那个风水这个环境。你刚刚看到那个有一个全部都是欧式，全部都是新古典，那其实它跟风水是不抵触的。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框，做一个门，那你其实在这边你看住，你又 keep 那个中国的那个史上那个住，它其实符合就是符合，完全不会有影响。至少我个人在做的时候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可能会发生的就是比方说decoration 的摆饰品上面，可能比如说你在西式的这个，比如说新古典的空间里面，你会放一个水晶，你会好像会觉得有点怪。那顶多就是这样。那我会建议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摆饰品，然后让这个摆饰品变得比较漂亮一点，这样子就可以。或许是至少要符合比例，比如说我的屋高是2.8米，但是我买一个这个。1.2米的左右高度的这个水晶，那很好啊，就很符合比例啊。只是说买一个30公分的水晶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遮一下，因为它有点不太成比例。所以我会建议您用这个比例原则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而它真的是不会跟所谓的风格有所谓的抵触。通常比例啊。比例是一个数字啊，用黄金比例来看，如果让我来抓的话，比如说2.8米，我可能会大概以这个1/3啊，1/3的话就是差不多1:6:5左右啊，大概高度的部分呢，我不会让它超过90公分，大概75到80。那75到80就多高？就一般的书桌的高度就这么高。那如果再高可以，当然可以，那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可是你如果矮怎么办？垫起来啊。就会放一个东西垫起来，也达到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会建议你用比例原则的方式去看，而不是用这个风水命理的概念去看。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不太合的嘛，你要把它硬凑在一起，那就叫摆得漂亮啊，这样就可以把它当成摆饰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擅长是欧洲的设计，还因为请问一下。窗房上，所有的房子它是阳阳台，所以整后面的窗户，其实阳台也没有没有开放那个窗户，就是封起来了，一个都封起来，就是这个窗，做一个封闭型的窗户，就是这样，只是有人说这样很想上。那我们要这样算？你合适，因为有人嘛，对不对？对，我们开放的其实你开放的，那你要装的，你理论上以广义的说法来看。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那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心态上的想法。那如果装一个帘子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您就不必去介意它真正的答案，反正你避掉了。您的形容呢，的确是有点像，的确是有点像。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帘子，你用个帘子放在后面，其实就 OK。你说的帘子是放在沙发的后方，就是跟玻璃那里吗？是，可以这么说，就沙发的后方。窗帘算吗？窗帘算呢、啊。那就是都不要开吗？你如果要用到的时候开，因为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定面。那你沙发后面其实没有安定面，怪怪的、啊，外国人才这样。那个这个我们东方人不太习惯，沙发后面是空的，就很怕人家来扒你的头啊。门打开那是墙面，正面沙发背对着
是侧面还是玻璃？侧面还是玻璃？对对对，玻璃窗帘慢慢盖着就可以。对，我建议你那个窗帘可以用活动，你自己去抓那个角度，看哪个角度最漂亮，还是有遮到就好了。好，我们再一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小姐。我家客厅摆一个水晶洞哦，然后那边的那个光线啊，或者风向都还蛮流畅的，可是相对灰尘会比较多。那个水晶洞有时候里面会有灰尘，那刚老师有说要喷一点水，对不对？矿泉水，矿泉水。对，那大概是多久要喷一次？然后那个灰尘，有人说什么会把水晶搬到浴室去把它怎么冲掉洗干净？可是那种搬不动啊。哎，对，那真的很重。那一般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也有人说拿去晒太阳。晒太阳也是一个方式啊，有人是点灯，有人是晒太阳，然后有的人是用这个金子，就一张金子，然后点燃丢进去，啊，那是最快的，温度最高。那我知道的方式以上皆可，但是您如果要用这个矿泉水来喷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每天都喷一喷嘛，反正这个也不用花什么钱，也花不了什么时间。可是那个，因为老师刚刚说那个水晶洞附近。那个财位地方不是不能有脏乱吗？那那个灰尘要怎么处理？因为它里面会有灰尘，可是不好处理。我跟您讲，最简单的方式啊，你有财位不能脏乱，不是说那个洞里面，因为那个洞里面本身是不会多脏，但是它旁边就会脏，是它旁边地上就会脏啊，因为人会经过嘛，人不会跳到水晶洞里面去生活，所以他讲到那个生活，其实。你如果讲那个灰尘哦，这个东西其实对人是不健康的啊。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灰尘也是自然的东西啊。那可以用吹风机或吸尘器把它吸一吸吗？通常我是用那个空压机去喷一喷的。空压机？对，就是空压机去喷一喷啊，让它稍微就把它吹出来就可以。稍微把它吹出来就可以了。对，这样子进去。好，好，谢谢。那谢谢大家，因为也九点了，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是因为过年前我们会讨论收纳的议题，那再欢迎大家莅临。谢谢，谢谢大家。